降价，然后亲自来开庙门。
反腐。
七楼。听看麦去讲啥？我听有。哎呦！我是胡老板。你这个干的？走。走。你个傻逼！Oh!
龙灯的范将军老座，Thank you.
Thank you.
教训教训团。给小花呢？嘿，他给。
小花，你倒来看，倒来看，爱笑你嘛。
半截半截。麻痹了，麻痹了。你说刚才我去哪下手？刘伯好，刘伯好，来麻痹了，来老伯，老伯，他我这边明。
不爱装嘛，是不是搞不了？就蛮好的，就跟着各种事情，然后就等于。
Thank you.
好，好好好